差不多五年前啊，我接的工程都是安尼，迄、那个高度吼足悬的啦，遮工人的安全吼，啊感觉挂伫心里啊，安尼就都恐慌去啊，人就都无爽快，暗时拢袂困的。医生有看，啊药食，检查嘛无啥物，安尼惊吓安尼就对。啊，迄段时间。拢师姐啊，你再出再入，一路咧咧陪伴我出来安尼，啊，我感觉讲安尼真唔甘啊，就对啦，安尼无法度也唔敢开车。啊，尾啊师姐啊，鼓励我讲，啊无你去做志工好无？啊，我像啊，规期拢投入医疗志工行列啦咧。哎，久个干那个是讲哦，啊，我免放弃，但恁领队派我去迄个。病历史，透早啊，就送病历，到暗时啊八点啊，就丢着做，丢着做。自然迄个恐慌啊，迄就上啊袂记安尼。医疗志工算讲去健健康因啊，安尼有安尼只济啊，有法大人可以付出啊，感觉讲都真欢喜，就欢喜起安尼，都身体就丢着用起安尼。有好加在有组织通做，啊，身体正。上啊，治好起来，啊，师傅叫咱着爱为众生，啊，咱付出无所求，啊，咱着自然着真欢喜安尼啊。未来我安尼会过对师傅的脚步行，若有倒伊需要我拢会去做安尼。无分别的，做这事嘛，亲像师傅爱众生安尼付出。